Hello， 葉 Sir， 你落堂啦？我聽講咧，你哋咧六年級嘅班房咧換咗啲新嘅投影機喎。係啊 ，Miss Chang， 我哋換咗批最新嘅超短距投影機。超短距咩嚟㗎？好唔好用㗎？不如我哋上去睇下啦。好啊。就喺呢部啦。咦，佢咁得意嘅，放得咁前嘅。我二年級班房嗰啲咧係放喺天花嘅喎。超短距啊嘛，只需58cm 嘅距離就可以投到100寸嘅大畫面。完全唔驚行得太近會遮住個影像，而且可以用手指或者電子筆去觸控或者書寫投影畫面，畫完之後仲可以儲存起上嚟，之後俾同學參考翻，幾方便㗎。哇！咁我咪唔想用黑板咯，仲可以舉啲同學仔出嚟玩小遊戲添喎。唔止啊，佢仲可以做無線投影，完全唔使駁線就可以連接電腦同投影機，平板電腦都可以㗎。仲有內置喇叭，用嚟做互動教學，真係一流。嚟紧上视艺堂咧，想喺个台面嗰度咧画一啲几何图形啊，唔知呢部得唔得嘅咧？得噶，只要购买原厂嘅投影架，可以将一张普普通通嘅台变成一个特大嘅互动投影画面，啱晒一大班人用嚟做小组活动，画完仲可以印出嚟添啊！哇，真系好啱用喎！嗯，唔知我二年级咧几时会装呢部机咧？咦，要问翻校长喎，我都唔清楚喎。系啦，唔讲住啦，我要赶住上下一堂。好啦，咁放学先倾啦。拜拜。